你们知道阿 K 名字的由来吗？这个影片有后期的，作者讲过阿 K 这个名字是从 AK47 的 AK 这个谐音来的。那为什么这样取？这个就跟阿 K 最后的下场有关了。我们都知道他最后变成了枪支魔人，也就是说作者在一开始就想好要怎么发阿 K 便当了。同时阿 K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日文的阿 K 什么都没有的意思，指阿 K 与 Makima 两人的关系。在故事中阿 K 对 Makima 有好感，其实是因为对方的能力。故事中也有问过阿 K 为什么喜欢 Makima， 他自己也说不出答案。